要给我和我父亲办一次年展，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提出来的。我一直很喜欢爸爸啊，我觉得我跟父亲的关系真的是很亲密的啊。他就是小时候都是他带着我玩，带着我画画，就是他不光是一个好的艺术家，他真的是一个好男人。彭伟这一出的画会，他都发觉有一点我的影响，他很快的就抛弃了。他在画秀海系列的时候，他都画的胳膊上啊，或者是胸背上啊，结果我给他一打，完了，回来给我那个，我嚎啕大哭，你居然把我们的画个那个这样子打个章那个上，好像我们这个章是要穷的，所以。对，但是现在我发现是我的想法跟我爸这一辈是完全不一样。我后头也得到启发，我说有道理，我也受益匪浅。特别难有我们这样的情况，就是真的是两代人，两个艺术家都画得很好，而且画得绝对不一样，就是在画面上啊，在做作品的观念或者就呈现上都不一样。只是我们俩都选择了这个水墨这个媒介吧。